这样很累的。我的手中可是大日本天皇命令我研究的秘密武器，可一旦被我们调试成功，传播出去的话，可以消灭掉至少200万中国人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武器。 学臣不是，嘿，我是山本清军，前来保护你的安全。麻烦山本阁下亲自前来，小泉十分感谢。保护你们是我应该的。山本大佐阁下，上我的车吧。去，出发，出发。 碰见游击队怎么办？哎呀，谁知道呢！哎，你到后面去，一会儿开战了，你千万别出来。为什么？你真要死了，我可赔不起。你，行行行，到后面去，后面去。 学臣博士，今天晚上我为你接风洗尘。 为简安排好了几个漂亮的遗迹，来招待你。多谢山本君，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<笑>哟西，我说大小姐。 你怎么在睡觉啊？谁说我睡觉了？我这叫闭目养神。你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他们打起来了，我们再过去都来得及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没到呢？鸡毛。 鸡毛，队长，你忘了，鸡毛不在这儿。这游击队要是在这儿设伏，咱们都得完蛋。是啊。 赵根这小子没准狗在哪儿偷哪儿去了。他娘的，赵根这小子死哪儿去了？这都不是，虎扑岭这一带都没清理过。对啊，虎扑岭，虎扑岭他娘的还挺阴森。我琢磨着，这鬼子是不是绕道走了？不可能，这虎扑岭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，不可能绕道。哎呀，但愿如此吧。 只得抓紧向前赶路，比他娘的当了小鬼子的替死鬼。说的是啊，兄弟们，跑步前进，走，是。
雪却不是你们可是帝国的精人才，而且在天火陛下极其的忠心耿耿。准备。非常佩服。小李子怎么还不动手？队长，我杀下去了。小李子不动手，我们暂时也不动手。快点，跟上！ 大家准备！ You better! 集中火力，到山门走人的，走，马上，走，预备，我来背挡，师傅，师傅，来，要打，师傅。
没事吧？